别动我！岳大夫，我贵母已经金玉宝，不伺候人。没关系的，哥哥姐姐，这就稳了啊。下去我们还继续哈。好的，哥哥姐姐。你跟谁说话？什么姐姐哥哥的？游戏里。赵先生，我儿子还没成年。啊，你小声点。干嘛你？先丢人啊！你躲在这里打游戏不丢人啊？你厉害你。怎么了？说话！说话！喂，说话！我要赚钱给你，不用再去食堂打饭了。我打饭有什么问题？我玩游戏很厉害的，孙悟空这个英雄没人能打过我，我能赚很多钱。什么孙悟空啊？他只是一个臭猴子！你站着！不跟我讲话，太丢人了。怎么了？动手啊！你要打我吗？现在要陪老女人打游戏，以后呢？以后怎么陪啊？陪喝酒，陪吃饭，还有怎么陪啊？你不要讲那么难听行不行啊？我们在打比赛，我们是好朋友。什么朋友啊？游戏机里面有朋友吗？猪朋狗友。你在广东不是也陪人吃饭喝酒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爸都告诉我了。你再说一遍，畜生！你听他的屁话，谁做生意不没客人送饭的？你和奶奶都是我一手养活的，要你了，这没有活路。你那么相信他吗？去啊，去跟他，看他每个月能给你多少钱花，屁都不给你一个。畜生，你这个畜生！那你干嘛？我杀了。不，妈，妈，你别杀！妈，我错了。走。妈，妈，我真的错了，妈。走。妈，我。哥哥。校长，我儿子的学位。放心，进了书院，上了课，保证给你一个。全世界最优秀的啊，谢谢。你喜欢打的什么游戏啊？说你也不知道。又一个被荼毒的典型，不孝顺，不尊敬师长。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呀？带去上课。干嘛？哎，别动手，别拉我，别拉我。自己三个美运，内将其内，把大阵围在他心。过阵凶火好大，火寒一口四吞。我没错。向后转，前步走。小五，小五啊。
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排骨。是吗？这就是母爱的伟大，吃吧。你慢慢吃，好吃吗？小婉，你在这里开心吗？妈，你放心，我很好。哦，我说了吧，你放100个心。小五，妹妹啊，你在这里真的很好吗？阶段正常的，刷气会更好。小五，到。你们看，校长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他转变得很好，再过2个月再去半年，巩固一下。我向你保证，他以后就是一个人，也不会再打游戏机。他以后不会再犯，彻底断咗佢个念头。站住！这红头发要是洗不掉，我帮你洗吧。嗯？走吧。藏什么？书院里出了个贼，搜他。再搜。胖子，窝囊废，偷东西，你配当一个男的吗？揍他呀！你很不服吗？怎么了？公交车。
给脸不要脸，踢翻一百圈。快跑！死胖子，我看你能跑哪儿去？他有什么罪？你们连他都不放过。小叔，在山下走。哎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快走啊！走吧。别过来！不走。走。吃饭呢。你手机里面的资料我没有删掉。谢谢。你剩饭吧。吃吧，吃吧。我做了你喜欢的排骨。别老是吃白饭，你吃个排骨吧，啊！来，土豆丝啊，小五啊，小五，住！